干嘛？那女孩挺好看哈。还不错。看你们聊得挺开心啊。还可以。聊得那么开心，干嘛出来啊？回去接着聊啊。那我回去了。干什么？别动我！别动我！干嘛？是我妈叫我来的，她说那个女孩是一个患者，找我咨询慢性胃炎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史湘琴。来了还不知道？聊了一会儿才知道的呀。知道了干嘛不走呢？你来了我就不想走了。我，你故意气我呢是吗？嗯，故意气你。你还笑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说什么呢？别抱我。谁叫你每天都跟少将一起练习？我吃醋了。你昨天不是还说你不吃醋吗？你不说那样很幼稚吗？可能跟你这个幼稚鬼待久了，自己也变幼稚了呗。我才不是幼稚鬼呢，你刚才夸的女孩好看了，我听见了，我很生气，我要惩罚你。罚？想怎么罚？走。你的冰淇淋。谢谢。嗯，吃吧。我不吃冰淇淋。可我就想让你吃嘛，怎么办啊？果然是。好吃吗？果然是香菜味儿啊。你也不用这么拼吧。值得。嗯。这可是我排了很久队买的网红冰淇淋，你要是都吃了，我就没得吃了。嗯，一会儿回家，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回去就知道了。